今天是我们东京之旅第四天，我们今天主要要去三大景点明治神宫、雷门还有晴空塔。然后今天东京的天气非常的阴，相对于昨天有太阳的时候早上还蛮温暖的，今天早上就蛮冷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。爱丽丝刚冲上了电车，然后门就关了，我们三个被困在这里。手脚太快我们刚从原宿站下车，然后来到了明治神宫。我们现在进来明治神宫里面了。刚刚去买了一个玉手，然后我们现在要离开明治神宫了，去竹下通逛一逛。我们现在来到了竹下通。Thank you.
盘子一样大。然后两公分厚。刚吃完了大阪烧，我们现在要回浅草去看雷门还有晴空塔。后面这个就是人超级多的雷门。刚走过的那一条呢，两边都是商店街，那里叫做重见思通。那我们现在要往浅草寺的方向走，后面这个是晴空塔，我们等一下也会过去。逛完浅草寺啦，然后我们现在要走去晴空塔。要不要喝？我们看到东京晴空塔，那我们等下就会上去看东京市区，还有看夜景。
们现在在晴空塔上的天空甲板看东京的夜景。那我们就要在晴空塔上结束我们第四天的旅程了。那胖勋不在这边，他去抽了拉拉熊的一番赏，然后等一下我们要去吃烧肉吃到饱当晚餐。那剩下旅程我们就明天继续。